我现在偶尔会充当一些助导啦，艺人联络啦，或者一些协调的工作。偶尔我也会到楼下跟邻居们打打太极啦。 所以每次我一接到电话，他们问我：“你忙不忙啊？可以帮忙吗？”哇，我就很期待跟很开心了。是啊，是啊，你的脸我看得出。<笑>你知不知道呢？现在年长员工呢退休的年龄呢和重新雇佣的年龄都已经提高了。嗯，有。所以我身边有不少的旧同事啦，跟朋友，他们都希望继续工作，而且现在雇主给予员工的工资金缴交率也逐渐提高。 当他们正式退休的时候，就有更充裕的退休金啊！现在退休人士是可以通过更多的方式来筹备退休时所需的开销和费用，这样子他们也能够继续的享受活跃和充实的生活的。你知道吗？我们的房子也能够补充退休后的生活费。大伯要的祖屋呢，在转售市场是很抢手的。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可以将这个四房式的祖屋卖掉，然后买小一点的房子套一些现金呢？ 嗯，应该不会啊，毕竟我在这里住了那么久，那么这边的环境又很好，加上大巴士坐地铁都很方便。如果我需要钱的话，可能我会考虑物期回购计划，到时候我就可以每个月拿一点钱作为我的个人开销。哇，看来你已经为退休生活做打算了。